同学好，我们看到103学测选填 G，已知 A、B、C、D 是一个转移矩阵，并且其行列式值为5/8，求 A 加 D 等于多少？因为转移矩阵每一行的和是一，所以 A 加 C 等于一，B 加 D 等于一。进一步可推得呢，C 等于一减 A，B 等于一减 D，所以原来的矩阵可以转化成这个样子：C 用一减 A 取代。B 用一减 D 取代，行列式值为 A 乘以 D 去减掉一减 D 乘以一减 A，会等于题目说的5/8。括号展开后，得到下面这个式子：AD 跟 AD 可以消掉，得到 A 加 D 减一等于5/8。一移项到右边，可以得到题目问的 A 加 D 会等于13%。